本港新增一宗嘅輸入個案，連續三日本地零確診，初步確診就少過五宗。患者係一個28歲嘅男船員，星期一坐卡塔爾航空 QR818 航班由印度經多哈抵港，佢冇病徵，未有驗出變種病毒。另外，衛生防護中心正係調查一宗外地確診個案。一個43歲嘅本地男人，2月底曾經喺意大利確診。上個月22號，同樣曾經坐卡塔爾航空 QR818 航班從意大利經多哈抵港。佢之後喺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檢疫，去到今個月12號。上星期四至星期日再入住天水圍嘉湖海逸酒店。星期日坐國泰航空 CX368 航班去上海，第二日確診。衛生防護中心正係就個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，並追蹤同佢有接觸嘅人。